小爱玉，今天去哪玩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姐姐超勇敢的。如果姐姐没有保护我，我就被那个怪婆婆抓走了。怪婆婆？我们今天下午在公园里面遇到一个婆婆，一直跑过来找我们讲话。她还不好小爱玉一下。而且我根本不记得我有见过她。 但是他知道我们两个名字，是哦，还好有你在。小阿玉啊，妈妈跟你说哟，下次出去玩的时候，如果妈妈不在，记得要跟姐姐，知道吗？豆干，好吃吗？嗯，对了，妈妈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你们。 那一人一个，<笑>谢谢妈。不会啦，妈妈自己也有一个哦。这是谁？这是我。你呀、啊，阿姐啊。嗯，你这吊饰哪里来的？丑死了，换掉吧。小爱玉，哎。